是小燕，来到了古晋美食街，那么多的档口，到底哪个档口是我们必吃的呢？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。天气很热，有没有？介绍你哪个？泰式的。泰式的。对。好吃，好吃。刚刚我跟老板娘沟通过了，她说这个海蜇呢是来自阿拉伯海域以及沙越海域的。那他们家是有这个 Mercy 认证的，所以呢这个卫生的监管是非常的严格，所以你可以买这个及时回家吃哦。或者呢，你想要到现场来叫他们帮你做凉拌，放这个黄瓜丝啊，或者是萝卜丝啊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他们家有很多种口味，那今天呢，他们现场有13种的口味。给你去选择的，我们特别一下。Sit up， 我很喜欢吃海蜇，这个海蜇我很满意啊。偷偷的告诉你，只要你在这古晋美食节买他们家的产品的话，你就有机会赢取家电电器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来的话，你就到各大超市购买都没有问题哦。